拽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舒坦，明天叫你下架。哭什么？一点哭都没有。没有，还在吗？对啊，就很哭啊。你生意好了这么好吗？我去跟那个新闻记者讲一下你们的心情。我都没有喝，我说现在有什么茶可以让我喝，就是拿走，我要看看怎么。对呀、啊，他们没有讲，他没有讲啊。我们跳打了。你要讲好实话。他要讲老实话，我们才去隔壁买呀、啊。没有，我们在排队点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等。你们等十五分钟，等十五分钟。